你们聊什么？是董胜华。嗯，就是董胜华。我说普通话太难受了。为什么难受了？是普通话好点。你难受？我还好。我说不出来，我看你，我说不出来普通话。你结束了。为什么？咱俩难道没有说过普通话吗？我和你从来没说过普通话。没事。啊？让我缓一缓。我要跟你说普通话，我可能我就没法看着你说。啊，就太难受了，这个感觉。这节目好玩吗？我不会说话，我不会说话。咱们都想问一下，你日常生活中和朋友在一起，是不是也是这种鬼样的？你说了四年，四年，就你一直是，无论在什么场合和什么人都是一个样子。然后问了一些情感，然后你一直都这么被动。然后他们都提到，说有一点就是你可能做了很多事情，但是对方没有感受到，那这样会不会很吃亏？所以希望你，希望我做出一些改变。可是，是有什么更明确的？是这个就是一个探讨。说，比如你做了，对方没感觉到，是你的问题。肯定是应该是我的问题。那是因为你在这没说，还是只是因为你只是做，别人没看到？咱俩成了现在要探讨这个问题，我也。啊！一嘴一抽一抽干嘛？我主要觉得，你们这好像马上就结束了。最后几天了。过年回家吧。回家了，可能啊，这样。你这悄悄和别人聊的好吗？哎呀，我觉得好难聊呀。还行还行。我不信，我一点都不了解你。我好像什么也说不出来。就是，你去法国留学是哪？2010年到2015年，然后我是2012年去的北京。对，基本上可能在那之前咱俩的，就是交流见面比较多，在那之后可能就比较少。